走路，不要再走了啦！要走去哪里啦？全部都不能动。不能动。乖乖啊嘞！哎呀，狗狗你怎么了？好可怜啊！很老了嘞！很老了。很老了嘞！意思，他也会。就那边走来走去，他就是躺着。而且早上有野狗来啊，还会咬他嘞。会咬他？四五只早上野狗会来吃这个，根本就不是咬他了。是这个胸椎的地方有位移嘛，所以有可能之前断掉的，然后后面的一二的腰椎也有位移的状况。哇，这样子没办法开刀，没办法。复原的话，我们先打针啊，看他能不能复原。艾利希斯底跟心丝虫，高雄港的，然后就发炎，然后血液生化功能还正常。